今天在借这个佛七的因缘，再一次来为大家习讲中风30系念内容的大意，希望经过这个学习能够发起我们对这一句弥陀名号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最近呢，师父有悟出一个道理。希望也借这个因缘呢，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你看，我们释迦牟尼佛，他一生讲经讲了49年呢，有300余会，每一个法门归纳起来。有84000法门，在这个每一个法门当中都能够帮助我们得解脱之路的。那佛法教学它最高的、最高的是什么呢？你看这么多的佛法，它最高的境界是建立在哪里呢？在哪里呀？我发现如果你这一生想要念佛在这一生当中，能够念到那种心很清净这个是我们最低的，不能再低了。如果再低呢，那念佛往生西方净土是很难的。那这个佛法教学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我最近悟出这个道理。一静坐的时候，这个佛法最高的境界在哪里？释迦牟尼佛教我们一个方法，一个人能够远离内心的欲望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佛法教学最高的。你要远离这个欲望，只要这个欲望你没有解决，无论怎么念佛，很难成就的。所以欲望是我们烦恼的根源呢。你没有把它解决呢，那怎么办呢？所以为什么人呢，在这一生当中，活在这个世间，会活得这么苦？什么原因呢？最低的原因就是因为永远没有知足的，永远没有知足的，从来不满足的，随着自己的欲望一直在追求，永远永远不止境的。你说呢？你的生活哪来不苦的道理呀？所以从这个地方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教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要下功夫？不下功夫那真的很难了。所以你看我们在里面三皈依里面，三皈依里面第二顿皈依达摩礼义中尊你要离开这个欲望你的心才能够清净嘛。
不然的话呢，无论怎么念佛，那就很难了。所以你的欲望越低，你的烦恼越少，你的欲望越少，你的心越清净。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所以学佛其实很简单，只要你把这个原则明白了，无论你怎么学佛，都非常的法喜，非常的快乐，走到哪里身心健康，走到哪里都非常的幸福。就像我们活得很辛苦，户口里面没钱No money and happy 是不是呢？虽然钱不多啊，但是也活得很快乐啊。但是有时候有一些人，你看哦，现在你看很多人哦，富而不乐，贵而不安，为什么？永远不知足啊，永远都是不够的，所以活得很辛苦。如果连这个佛法的基础上我们就不明白的话，那怎么学佛啊？没办法。对不对呢？你看我们师父，身上没钱哦，走到哪里都是钱，只要动个念头想要做什么事，自自然然人家送来了。你看，想要用钱呢，也没有这个机会。哇，你看那个幸福，那个心多自在耶。我们很头痛啊，钱多了动脑筋不知道干什么，要放在哪里？放在投资又不安全，放在银行，利息又很低啊，天天动脑筋，要干什么？这个是有时候活得好辛苦啊。所以啊，说实在的，要懂得应用啊，真的哎。你看，师父都是这样的学习啊，就是学老和尚啊，只要有个机会能够因缘去做，赶快去做，哪一个人需要帮忙，赶快去做，不要一直放在里面。放久了变成贪心了，所以这个啊，最近呢、悟出这个道理，所以那个欲望啊，能够越低越好。走到哪里都非常的幸福。所以啊，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啊，感谢什么呢？因为你们在这个地方坐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学习经教。最大的利益是谁？是我呀！真的哎，最大的利益的是我，所以我真的能够体会得到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为什么每一天至少8个钟头讲经说法？你看我们师父上人老和尚，每一天不断的。都在讲经哎，为什么呢？提醒自己啊。所以，如果你想要离开这个欲望，避免这个欲望，把这个欲望降低呢，那靠什么呢？靠经教。要靠经教，不靠经教不行，不听经不行，不诵经不行，不读经不行，一下子就迷了。这个就是我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啊。而且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你想我们佛教里面讲的皈依佛两足尊，两足不是两只脚两足，足就是意思是满足，就是圆满的，圆满的。那佛有两个圆满，是什么圆满呢？智慧圆满，福报圆满。如果今天我们不学佛了，不听佛了，
等于呢，你智慧也不要了，福报也不要了。你想，没有智慧，都是愚痴的果报；没有福报，就是贫贱的果报。你想，这两个在这个世间谁不要啊？每一个人都想要的啊。那怎么得到呢？听经，学经教。如果将来我们不到西方极乐世界，起码你得人生，你不会很辛苦的。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大家的，真的。哦，所以啊，听经很重要的。啊，所以啊，有人啊，曾经问过一桩事情，他说：“师父，这个念佛呢很简单，但是要修清净心，为什么这么难？”以我的经验呢，以我的经验，我定三个功课，可以给大家提供参考。刚才讲的，我们念佛最低的一定要清净心，不能再低了。如果再低下去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保障。那怎么办呢？以我的经验呢，第一个，该看的多看，不该看的不要看太多，明白吗？该听的多听，不该听的赶快不要听太多，该讲话的要多讲，不该讲的不要讲太多，没事。哎，真的哎，看太多了心都不清净啊，听太多了都是烦恼的，讲太多的都是是非的。所以古人讲得好啊，知识多是什么呢？什么呢？烦恼多啊，是人多处啊，是非多啊。所以你要从这个地方来学习，真的，看太多了起烦恼，特别现在的杂志新闻所看的都是烦恼的，尽量不要看太多，也不要听太多，也不要讲太多，把你那个心放在这句阿弥陀佛，那就不得了了。所以呢，所以学佛啊，说起来容易啊，哎，做起来有时候很不容易啊。不容易在哪里呢？不肯做，不肯听话，不肯老实，也没办法呀。所以我们师父上人常常教我们什么呢？眼见色而不染于色，而听声而不染于声。什么意思呢？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我们可以欣赏，你可以欣赏，我看到风景好漂亮啊，对不对？像这一次师父到墨尔本，有一位越南的居士带我去看那个风景，而且玩了什么？那个长蜜宫，长蜜宫，哇，那个风景很好啊！哎，欣赏可以，但是不能执着。哦，你不能执着在那个地方，哇，好漂亮，好漂亮。念佛惨了啦，没有了啊！所以见而这个什么见颜色而不染于色，你听到了，听到什么？听到是非，或者人家听到人家在讲你的坏话，批评你，或者来回谤你，甚至来伤害你，你也要保持那个心境，不要被迷了。你可以欣赏，但是我们不能控制，也不能霸占，
哎，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他的，啊，如如懂懂的，清净心就没有了。清净心没有了，一妄一来，六道轮回就来了。所以六道轮回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明白吗？所以从今天开始回到家里，啊，钱有多少，哎呀，没关系了，无所谓，对不对？有什么事情啊，该放下的，哎呀，看翻脚，真的，对我们学佛，对我们念佛啊，有一个很大的帮助。这个是我们讲，你真的要修行，啊，你真的要发愿，你真的这一生当中，我想要六道轮回，不要再生生世世在搞六道了。说实在的，六道很苦的，你这一生能够得人生吗？你希望来世能够得人生也不一定哦，看个人的业力啊。经上很清楚啊，如果你今天起心动念都是利益自己的，就是自私自利的，你说你的来世能够得人生吗？就算得人生都是贫穷下贱的。没有一个人听说这个吝啬小气，天天动脑筋又霸占别人的东西，然后得人生又生在大富大贵的，没有的，没有这个道理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弥陀经啊最后啊讲到五浊恶世啊，就是说的见浊啊，这个见浊分为五大类哦，最严重这五大类是什么呢？是邪见啊。它五大类：身见、见取见、戒取见啊，最后的就是我们所讲的邪见，就是邪知邪见的。而邪见最严重的一条是什么呢？最严重的一条哦，就是不相信因果。所以感召了现代这个时代的动乱，感召了现在这个时代的黑暗，因为人人不相信因果啊，人不相信因果，最后都是害自己害别人的。所以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为什么一生不遗余力的提倡因果的教育，就是要帮助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灾难只有相信因果的精神才能够停止的。如果人人不相信因果，永远灾难不会停止的。所以古人讲得好啊，欲知前世因呐、啊，下面是什么？今生受的是啊，你过去生所造的什么样的因，一目了然呐、啊。因为你现在所受的果报，跟你过去所种的因都有关系的。所以下面呢、啊，又告诉我们，欲知来世果，下面是什么呢？今生做的事啊。所以要小心哦。所以刚才讲的话不要讲太多，讲多了会得罪人，人一得罪了变成我们的冤亲债主，你怎么回向很难化解啊。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少说话没事。所以师父以前啊，刚刚出家啊，看到三个佛像，这个佛像啊有三个动作，一个是什么？把嘴巴盖起来。第二，把耳朵盖起来。第三，把眼睛盖起来。以前不懂，现在懂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啊，回到家里，该讲的去讲。该看的去看，不该看的不要看太多。你那个心啊就容易清净，你的欲望就会降低了，欲望降低了，你的身心一定很健康，你的家庭一定很美满，真的。因为一个人的烦恼，一个人的痛苦，都是从我们的欲望而升起的。
所以欲望要降低。那降低怎么办呢？懂得知足。那知足从哪里来的呢？懂得去布施，懂得去听经，你这将来起码你能够做得到人天福报，最起码的你能够保障在你的手上，永远不会堕在三途的，又能够闻到佛法，何乐而不为呢？哦，所以我很学习我们师父上人啊，我们师父上人啊，一生三布施，财布施、法布施、五味布施、放生、印法宝，只要哪个地方需要的，通通去供养，到最后还是你的啊，跑不了的因果的存在。哦，这个就是简单啊，来给大家先说明这个道理啊。所以啊，佛法教学最高的都是你要离开你的欲望，越低越好，越少越妙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人生是很短促的。哦，你看呢、啊、最近呢、啊、师父看到一位居士一生拼命的赚钱，从年轻拼命的赚钱，到老的时候留下了遗产，离开这个世间留下了遗产，哦，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分财产呢，三个兄弟姐妹又吵起来了，而且怪父亲不公平。你想，你想一想，你一生所赚的钱，辛辛苦苦到最后留下给儿女，结果呢，得到的是这个样子，你说呢？可怜不可怜？真的很悲哀。啊，所以啊，要聪明，要有智慧，啊，不但给自己帮忙，也能够帮助儿女，在这一生当中能够和睦相处，能够过得一种互相的尊重、互相的恩爱，那比较比什么更好啊？所以啊，在这个地方啊，我跟大家分享简单了 啊，这个学佛要从哪里开始呢？从你的欲望。好好降低，没事，哦，这个一种参考啊，这个接受不接受呢？看个人了，啊，这个我们就是以佛法来看这个世间，不是以用我们的愚痴来看事情，啊，好，我们来看下面。那昨天呢，啊，已经为大家介绍啊，啊，这个中峰果师呢，有讲到一段一个比喻。啊，讲到就是二种生死。那第一种叫做分段生死，分段生死就指我们这个六道轮回。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叫做分段生死，啊，三界之内。那第二个呢，就是变异生死。变异生死是指四圣法界。啊，这些缘觉声闻这些菩萨，而且这些四圣法界随人已经超越三界了，啊，随人他已经离开这个三界，已经超越了，但是他还有变异生死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在这个地方啊，以中峰果师啊，不鼓励我们。鼓励我们什么呢？鼓励我们念佛，因为只有念佛，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二种生死，你就超越了，就没有生死了，都是永恒的、永生的。哦，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教里面不鼓励我们升天，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哦，你看那个天界，啊，最高的是哪一层啊？第二十八层天，最高的飞翔触天，它寿命有多大呢？八万大劫，那个树木，那个很长的寿命，但是它还有生死啊。
所以越爬越高，越摔越痛。为什么？因为当他生死关头出现的时候，他开始怀疑佛法，怀疑佛所讲的话。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毁谤三宝，毁谤三宝，果报就是五间地狱的。所以不鼓励我们到天界去，鼓励我们到哪里？西方极乐世界去，没事，就是这样。哦，所以今天我们念佛啊，要把目标啊建立清楚。如果只是来念佛修福报，无论这个福报有多大，但是总有一天这个福报啊，你也可以用尽了。那用尽了呢，苦就来了。哦，所以啊，还是放下供养，然后呢，把一心一意啊放在这句阿弥陀佛上，那就美妙的这个人生的圆满。但是很多人呢，在这个地方啊，认为而且怀疑，怀疑什么呢？认为单单凭这句南无阿弥陀佛，那真的能够超越这个二种生死吗？二种生死用简单来讲就是十法界了，那真的能够离开超越吗？而且凭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你所得到的就是究竟成佛。很多人认为不相信，怀疑啊，真的吗？有这么样大的能力吗？凭这一句这么短短的南无阿弥陀佛，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自古以来啊，很多修行人哦都不相信，不相信。不要说我们呢，外面的凡夫啊，阿罗汉、菩萨都不相信哦，很多哦，太简单了，太容易了，这个我不相信。哪有这样的？所以今天你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当你听到这段经文，你能不能相信？能信吗？那说明你的福报很大呀。所以真的呀，听话老实也不容易呀。哦，所以啊，以前呢，我曾经问过我们师父上人，说师父，这个佛号怎么念呢？这个真的有这样的殊胜吗？老实听话啊，佛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佛教我们怎么听我们就怎么听。所以啊，在弥陀经里面呢，我们有看到一段的经文呢，我每一次读到这一段的经文呢，我真的很佩服释迦牟尼佛，我真的能够体会得到释迦牟尼佛真的苦口婆心啊。你看在这个弥陀经里面哦，释迦牟尼佛连续的四次哦，教我们你要相信阿弥陀佛，你要相信西方极乐世界，你要发愿，你要相信诸佛如来以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一些的一切的经教，苦口婆心。到最后释迦牟尼佛有一段经文啊，他自己讲的啊，自己讲的，为了要来给我们证明，让我们放心，让我们这一生能够得到解脱之路。没想到释迦牟尼佛把这一段经文讲出来，而且自己讲出来的。他怎么说呢？大家请合掌。释迦牟尼佛啊，告诉舍利弗，当知我以五浊恶世，行持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是为甚难
经文我们念到这个地方，这段经文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你想一想啊，到这样的程度哎，他说：“舍利弗啊，你知道吗？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一段，他告诉我们呢、啊，因为他告诉舍利弗啊，告诉舍利弗等于也是告诉我们了。他说啊，你应当要知道啊，我是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我今天在这个五浊恶世的，今天能够成佛，都是靠什么？难信之法呀！就是靠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啊，我才能够成佛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浊恶的时代里面，是念佛法门成佛的，为一切世间所持难信之法。就是为九法界的众生来为我们说这个难信之法，真的是念佛成佛的。众生很难相信，不相信。讲到这样的程度，你想一想。而且啊，在这个地方这段经文哦，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你们有没有去留意啊？释迦牟尼佛成佛在这个时代啊，他把这个功德通通推给谁呢？推给阿弥陀佛耶。他没有赞叹自己的哦。你看我们世间的人，你看那些企业家成就的、成功的，当那个记者问他的时候，你的成功的秘诀在哪里？所讲的就是自己的，都是称赞自己怎么成就的。释迦牟尼佛没有耶，所称赞的都是阿弥陀佛耶。你那一看，你想一想，那个度量有多大呀？所谓的“尽虚空变法界”，真的，这个讲的是比较深了、啊，哦，所以从这个地方呢、啊，我们可以明白这个道理。说实在的，很多不相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五问自说，把这一部经为我们讲出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过去啊，莲池大师，莲池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第几代的祖师啊？啊？第几代呢？第八代嘛啊，嗯。那莲池大师呢，曾经啊学过一副对联。那这一副对联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先看上的。莲池大师是这样讲的：“莫雅一生超十地呀、啊。”这个“雅”是惊讶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不能小看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哦。啊，你也不要惊讶这一句、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这句名号的功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能够顿超十地啊。顿就是很快速的，大幅度啊缩减你的时间，就是很快很快的。超是超越，那十地是指什么呢？成佛。你想一想，一句名号哦，莲池大师所讲哦，顿超十地呀、啊，不得了哎！所以你不能小看他哦，真的不能小看啊。那下面的那一对联是怎么说的呢？那更不得了了，莲池大师怎么称赞的呢？岂知六字跨三乘呐、啊？什么意思呢？没想到啊，这个六字大洪名啊，六字大洪名就是指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将三乘妙法
全包括了，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全部念尽了，没有一个堕落了，全部在里面了。换句话说，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84000法门，到最后回归到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一展开，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法，49年一展开，就是整个虚空法界一切法了。一句阿弥陀佛，哎，谁能够相信呢？真的啊，不容易啊。说实在的，连这个道理我们都听不明白，你还不念佛，你不是语知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了，怎么形容呢？所以真的啊，苦口婆心啊。像师父以前刚刚出家，大概4个多月吧，不到半年。哦，师父就是每天浇花啊，浇树这些。你看有一位老人家来跟我说，讲了好多好多，跟我讲很多。他说释迦牟尼佛的法，到最后都是回归到这句阿弥陀佛名号。我不相信呢，我真的不相信，哪有这样的道理呢？华语呀，所以我这一生当中能够相信这个法门，说实在的，也经过很多的一些障碍啊，才今天能够相信这个法门，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而且我在想，我每一天呢在想，我很感谢啊这些老师，这些善知识，让我们明白认识这个法门，让我这个永恒不会改变，一生一意死心塌地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不改变，无论什么样的法我都不改变，一句阿弥陀佛，老实简单。所以这个道理很深，我们没办法去理解。纵然哦，莲池大师说的哦，佛在经上为我们说明，说老实话，我们也不太容易去明白这个道理。你能够明白吗？我们只是知道纸上谈兵而已啊，我们只是知道这些理论而已啊。啊，从经文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从听经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事实上，我们有没有融入阿弥陀佛那个境界？没有，我们只是在纸上啊谈兵而已啊，只是知道哦这个兵怎么打，到最后事实上不一定也会这样的。所以这句名号啊不得了，哎，累不累啊？要打瞌睡啊？要不要休息一下？哎呀，那休息一下，哎呀，对不对？不累啊，可以放腿啊，脚放松一下啊，不要太严肃。你看做师傅多好，哎，坐在这个地方。我最近在台湾啊，我看到很多这些居士哦，都是六十岁以上才出家，你们有机会。无论是男女，都是60岁以上才出家。哎呀，如果早知道这样哦，我也是跟他们学呀。啊，不要这么早。哎呀，啊，你看师父出家，20几岁都出家了嘞。不容易啊，27好像26、27都出家了。哎，真的哦，所以啊这个道理我们真的没办法去融入。所以偶一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才为我们讲啊，唯佛以佛方能究竟，非九世界的众生所能信解也啊。
请我们这个凡夫能够理解这一句名号的功德是没办法去理解的。所以这个法门称为什么呢？称为难信之法呀。所以中风果师呢后面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对这个法门能够升起信心，你能够接受，你能够欢喜，而且能够对这个法门也能够理解，纵然你能够理解一点点，一点点哦，纵然你明白一点点而已哦，只是皮毛而已哦。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告诉我们，那这个人啊，这个念佛的人啊，他过去生中啊，曾经供养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如果没有供养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否则的话呢，别说深信了，别要说我们欢喜肯接受肯发愿，连这个法门这一句名号你都听不到。所以今天我们念佛的人真的是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啊，如果没有修得这么大的福报，你还在这个地方乖乖的念佛吗？还乖乖的能够欢喜吗？能够受持最难得的我要发愿。我这次到墨尔本啊，有一对夫妻，他是越南人哦，他做那个开那个卖这个东南亚的那个食品，卖那个开那个店，好大的一个店耶，在那个百货公司啊，好大哇，生意很好耶，那人啊好多人啊，天天啊很多人在那边买东西，7点早上就开门了，晚上7点关门，那个生意做得非常好。他呢带我出去啊，去一个海边去观光旅游啊，我们同修雪梨的没有哎，哦啊，只能自己主动。哎呀，哎，师兄你有空吗？我们这边走一走。啊，雪梨没有哎，哎，很少啊。我这一次啊，我真的要哎，那带我去走一走，然后呢，带自己的一些食品。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吃那个越南卷嘛，越南卷那个越南卷喜欢吃这一个。然后在海边呢、啊，他跟我讲他的故事啊。他说：“师父，我小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往生了、啊。他说有一个越南的法师呢，在念经啊，念到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他很开心呢、欸。然后呢？”不知不觉就掉眼泪了，就是大概十几岁的那个时候啊，掉眼泪，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后来呢他们成家了啊，成家了，结婚了，有孩子了，然后呢他们这两位哦很善心。为什么？墨尔本很多道场哦他常常去供养，因为他开那个店嘛，送菜呀、啊、送米呀、啊，反正哪一个道场需要他就送去供养，到处供养。那有一天呢，有一个台湾的法师来到这个光明寺，墨尔本有个越南庙，好大的，就是光明寺。我也去过了，他也带我去介绍跟这些的法师认识，跟这些越南的法师。哦，然后呢，他说在这个光明寺啊，听到一位老和尚啊从台湾来讲经的哦，然后呢他听到这个念佛呢很法喜，然后他去见这个老和尚啊，这个老和尚就跟他讲，你要念佛，念佛是真的哦，你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间都是假的，人生无常，有生必有死，
有始必有苦。你要好好念佛，将来离开这个世间，不要再流到轮回，好好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从那一刻开始啊，他开始念佛的。所以家里啊，这次带我他在家里，他家里好大的房子，然后呢，有一个很大的念佛堂啊。他家里两位夫妻，天天敲木鱼念佛，好用功。所以这种缘分呢、啊，不是偶尔的，过去生而所修来的。所以他老人家呢，啊，请我到他的家里教他怎么念佛，才能够摄心。这个佛号要怎么念，才能够摄心，能够专心？因为他在工作呢，一边工作一边为众生服务。但是这个服务当中，这句名号要怎么样自自然然而生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念佛堂念佛啊，是锻炼什么呢？锻炼把这一句名号变成什么？变成习惯。你能够习惯了，自然而然这个佛号就出来了。所以你要这样锻炼啊，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今天说实在的，佛号念得太少了，经听得太少了，经读得太少了，所以现在我们念佛为什么不能得到佛号的感应？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在他家里教他静坐念佛，怎么念佛，你那个心跟这个佛号能够相应，教他怎么念。哦，所以啊，要养成一种习惯啊，像我们在生活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养成习惯，对不对？像师父有个养成一种习惯，早上起来，我一定要喝一杯或者两杯的温水，坐下来。喝温水，早上起来很健康哎，特别对那个消化，很难消化的。这个喝温水很健康的，真的。我早上起来，哎，自然而然的，哎，就是要去喝水了，喝温水，坐下来10分钟，一边喝水一边念佛啊，拿着念珠啊，一边念佛一边喝，无论你喝多少，一下子就上厕所了，很快的，而且身体很健康。养成这种的习惯，哎，真的念佛，我们锻炼在这边念佛也是在锻炼，锻炼这种习惯的成习惯，让我们这一句名号自然而然就念出来了。所以啊，释迦牟尼佛啊，在经上啊，又在告诉我们，单单讲极乐世界哦，只有讲这个极乐世界哦，诸菩萨的功德用百大劫哦，都说不尽的。你要来赞叹这个释迦牟尼佛，赞叹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无尽的美好、无尽的功德。就算你赞叹了5量劫、10000000大劫，你也讲不完。只是西方极乐世界而已哦，何况呢？阿弥陀佛的功德，那就不得了了。所以阿弥陀佛是圆满的功德，都是浓缩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而且高度的浓缩啊。换句话说，万善同归啊，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的善通通回归到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换句话说，也可以讲阿弥陀佛5量劫以来所修学的功德，通通都在这句名号上了。而在这句名号上啊，获得48愿的加持，48愿的护念。你讲一讲，你今天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那功德有多大？还不念。所以今天我们念佛啊，这一句名号呢，印光大师、中峰国师告诉我们什么呢？是精华版的，
最精华的，是妙中之妙啊，是净中之净啊，没有比这个更精了，没有比这个更妙了。你还不念佛？最近我听到很多学佛那些老同修念佛念了20几年，最后啊不念佛了，不念佛了，在墨尔本很多，我这次去的很多，有几位哦，念了10几年了，20年了，最后不念佛哎，他不念佛了，是念别的，是修别的。很可惜，如果他懂得这个道理，他可能不会去。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还能够念别的，不可能的。还有我们听我们的郑居士，他有认识一个那个学佛的，他学佛也是从这个居士来的。他以前家里啊供的是一尊阿弥陀佛，哎，过了几年了，他家里不是一尊阿弥陀佛了，一大堆，动摇了。所以啊，真的很不容易啊，这个法门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真的苦口婆心啊，来为我们讲这个法门。但是很可惜，我们众生不相信，没办法呀。所以啊，中峰果师告诉我们，只要今天我们肯念，字字句句的都是将这一句阿弥陀佛无尽的功德啊，把这个功德啊接纳过来了，变成什么？变成你自己的功德了。你想一想，你今天能够用你的真心，用你恭敬的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永远不离开一句阿弥陀佛，你不断的去念，你把阿弥陀佛无量劫的这些的功德，你把它接纳变成你自己的，那个不得了啊。所以啊，中峰果师啊才会告诉我们，才会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功德的成就。这个就是中峰果师讲的，纵然我们虽然念佛还没有了断一切烦恼，这二种的生死能够超越吗？佛告诉我们，念佛的众生啊，这一生肯定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两种生死可以彻底超越，而圆证三不退。就算我们反复下下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也是超越，而且福报待遇都是跟阿弥陀佛一样的，而且在这个福报当中得到三不退啊，这个地位很高哎。为什么不念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中峰果师又告诉我们，弥陀愿力加持，当我们念佛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想到，想到什么呢？想到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样殊胜不可思议的功德，我们能够满不经心的去念，我们没有把它轻视，把它看的，你要用这样的心来念。所以中峰果师啊，才用这个相向渡河来做比喻，来给我们明白勇猛精进。本月啊，只要你个勇猛精进，你那个成就的力气力量那就很大。所以经上啊，有一位叫做相向菩萨，大家有没有听过？相向菩萨有没有听过呢？相向菩萨是谁啊？在哪一部经啊？在哪里呢？其实在弥陀经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人说，师父，弥陀经哪里有啊？
我翻来翻去都没有看到相象菩萨呀，只看到前陀河堤菩萨，还有什么呢？文殊菩萨、常精进菩萨。哎，这个相象菩萨是谁啊？是谁呢？在《弥陀经》我们读到的，就是有一位菩萨叫做前陀河堤菩萨。前陀河堤菩萨就是相象菩萨。相象菩萨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教我们要精进啊。所以相象菩萨翻成中文呢，就是不休息啊，他不休息。也告诉我们呢，念这句名号怎么念呢？跟相象菩萨那样，勇猛精进，常精进，不休息。那我们这句名号的洪名，随时都能够提起，功德利益都是不可思议。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比喻念佛力量力度是非常之大，我们一定要有信心。这个叫做相象渡河。哦，啊，那以后我们读到这个《弥陀经》，啊，读到这个前陀河堤菩萨，他就是相象菩萨，提醒我们不休息，好用功，不懈怠，啊，该工作的工作，该上班的上班，该煮菜的煮菜，该洗衣服的洗衣服，对不对？在生活里面，以及阿弥陀佛落实在生活，很简单，啊，好，我们看下面最后，请合掌。嘉陵出阙，嘉号压群英，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解释。嘉陵出阙，这个嘉陵出阙啊，它是一个比喻啊。啊，我们在《弥陀经》会常常读到，叫做嘉陵平阶，嘉陵平阶啊，在《弥陀经》我们会看得到。啊，是比喻什么呢？比喻啊，是极乐世界啊。我们能够读到，在极乐世界有一种鸟，什么鸟呢？什么鸟呢？叫做妙音鸟。那为什么称为妙音呢？而且这一种鸟呢，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的时候啊，这一种鸟有在哪里？在雪山。这个雪山所指的就是喜马拉雅山啊，啊，这个叫做嘉陵平阶，哦，这个真的是有。那根据啊，据说哦，这一种鸟呢，它的声音呢，是非常非常的悦耳哦，悦耳到什么程度呢？连天人唱歌哦，他的声音哦都比不上他哎。哦，真的，你想一想，天人哦唱歌哦都比不上他，哪种鸟的声音？你想一想，用这种来比喻啊。所以经上啊常用这个嘉陵平阶之音来做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什么呢？用这种鸟来做比喻啊，比喻什么呢？明天再跟大家来说明。好，时间到了啊，我们啊今天啊简单来为大家说明啊，中峰果师在这个三十系念里面，用这个相象渡河来做比喻啊，比喻什么呢？我们念佛不能懈怠啊，你要常常锻炼啊，要常常念啊，因为我们今天念的佛号啊念得太少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念佛烦恼无法减少，智慧无法显出，清净心而无法开显，因为我们的佛号念得太少了，所以要多念，多用功，多精进啊！最后啊，也祝大家啊岁岁平安，年年如意啊！今天呢、啊，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啊，请大家多多包涵批评，啊，我们今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来学习，帮助我们开智慧，啊，这个智慧啊，对我们这个人生很重要，它能够来帮助我们，把一切的烦恼，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所谓的千人千般苦，苦苦不相同，所谓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每个人都有烦恼，但是烦恼有轻有重的。如果今天你能够真的学佛，你能够把这个烦恼会变成什么？变成你的菩提了。你不会把这个烦恼变成什么？变成你的压力。因为这个佛法的好处在这个地方，所以要好好用功，好好念佛，有时间好好听经，对我们有好处。谢谢大家，祝大家阿弥陀佛。明天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说明。阿弥陀佛。